放学是个谜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哦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那你知道还有哪些？
一个什么？哦，第一个国家公园。好，它其实是一个湖泊，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它有着上一些颜色。这个湖泊呢，我们平常呢可以到那边去吗？不行，因为它对我们来讲太遥远。可是呢，它那里面呢，你看不到的那个下面这个湖泊里面呢，都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生物哦。下一页。好，再来了，地球到底有多少的种那个生物？我们很难数不清，因为呢，有一些地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。我们有可能搭热气球去吗？哦，不可能哦，因为热气球它的，对，它一定有它一定的高度。好，下一页。或者呢，你可以游泳游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去看那些微生物吗？不行哦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潜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潜到很深很深的地方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你猜猜看，这两只鱼是不是同样一只鱼？你觉得是的举手。好，你觉得不是的举手。哦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两条鱼是同一种，只是它的名字不一样。好，就像我们双胞胎，你有看过双胞胎两个长得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很像，可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同样一个名字？不是。不是哦，就像他们两条鱼也不一样，上面叫做女王，下面叫做女王婶，所以他们两个不一样啊。下一页。好，再来，你看这两只蝴蝶有没有一样？有一点类似，对不对？没有一样，对，其实它们也是同一种蝴蝶哦。上面呢，最上面那个叫做父王蛱蝶，那下面那个叫做帝王斑蝶。哦，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我们第一眼有时候很难分辨哦。下一页。好，除了这些呢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地球上的生物呢实在太多了，多到我们连数不清。有鲨鱼，有什么海星，很多种人类。下一页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呢，人类上已经发现了20000种不同的生物，20000种很多吗？200万种不同的生物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一年都发现到好几千种不一样的生物哦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些生物呢？再下一页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只虎，老虎，它要去吃什么？黄金。好，你看不到旁边的那个。好，那个叫做那个驼鼠。好，豹去吃驼鼠，那驼鼠去吃什么？松鼠掉下来了什么？对，它去吃松鼠。那松鼠吃什么？哦，对，厉害哦！哦，你看，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奥秘哈。原来就是食物链的意思哈。好，下一页，这里也是哈。好，你看哦，你看中间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黑黑的那个是什么？蝌蚪，蝌蚪长大变什么？对，那你知道这些蝌蚪它躲在哪里，在哪里生长吗？躲在这个草莓箭毒，它躲在这个里面生长，很特别哈。好，下一页。哦，但是呢，我们明白这些生物呢，是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，我们跟它一样的生活，然后呢，它们在它们的地方一起生活。下一页。可是呢，我们人正在破坏这个地球。你看下面那张图怎么了？所以怎么了？哦，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开始排放一些不好的水，然后呢，丢垃圾到哪里？水里面。你有没有看到新闻有说有那个